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又见面了，我是鲤鱼。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火柴人 Henry 系列的第三章 Stealing the Diamond。 上次我们的火柴人 Henry 潜入了银行蹲大牢之后又逃出了监狱，然后他现在又打算来偷钻石吗？ OK， 这边有个 Medals， 哦，这是成就哦。这次比较精致，他告诉你这一章呢一共有三个结局，分别是比较激进的结局，还有未被察觉的结局，还有史诗结局。这旁边还有一堆堆的小成就，好吧，那么三个结局我们争取全部体验一遍，我们现在开始。As the mayor, I hereby declare the Tunisian archaeological exhibit open. 哦，这个钻石下面显示值1200万美元。哇，哇，现在就有两个选项了，一个是 busting， 一个是 sneaking， 是要暴力潜入呢，还是偷偷的潜入？我试一下暴力潜入吧。哦哦，有什么机甲车吗？哇，这啥玩意儿？哎，就这么冲？哎，什么？这怎么？喂、哎？哇，我这没反应过来呀。哇 ，you're off to great start。哇，他说我有一个良好的开始，我必须在第一部分使用键盘。哇，太快了，反应不过来呀。第一个是 T， 那我就按下 K。五，他说好吧，你搞定了一个守卫。哇，那我们试试第二个，那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撞。哇、哦，这就进来了！哎，为什么踢没有用？哇、We got a breach headed towards the medieval section. Roger that. We're preparing to engage. Over. 哎，被发现了，还这么嚣张！哇，这次，哎呦，没反应过来，我要迅速的选。我们试一下拿长枪。哎，好吧，那么这次选择盾牌，这样应该行吧？能防子弹吗？哦，这怎么还有个睡着了吗？这守卫，哎，我这就进入了，哎，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什么爪子吗？哎，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啊。这回这个游戏，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很容易触发一个小剧情。他说我没有时间站在那里发呆，好吧，我们从事一下，哎，用这个篮子，哦，高科技篮子。哇，他说我应该多学一学物理哦，也就是说钻石太重了，导致我的车像跷跷板一样把我弹飞了嘛。好吧，那么接下来试试这个像拖东西的，哦，这个样子。And after that, they just up and arrested him. Whoa, really? Yeah, that's when I decided I should probably get a different job. I figured night garden is much less dangerous. 他是上一部的那个人，哎 ，crap， 完了，钻石，他去看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遭殃啊。哦呦，两颗星了，哎，我又没来得及选。I can see all those hours of video game. 他说我可以看到玩电子游戏的那些时间呢，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反应能力。太丢人了，不能总被这个游戏嘲讽啊。OK， 我们这次选大树。哦，这样逃走了。哎，但是我们的钻石留在那个地方了，我们要的是钻石。他说我没有想得很彻底，对吗？只能选另一个石头吗？哦，这么准的吗？我们？哎，三颗星了，哎呦，狙击手来了，哎，这哎，哇，这 ，boom headshot， 这次我选择右边的，这什么东西？哦，魔法吗？哦，哎，哦，这是粘手榴弹吗？啊，手榴弹粘我手上了。他说我总是想知道这些东西是如何起作用的。OK， 我们这次选泡泡，这泡泡是防弹的。哇，飞机进不来了，我们哦断桥怎么办？哦，被包围了，可以选这个警察。Bribery is a federal offense, sir. 哦，我们这样做行不通。OK， 那只能点这个车。哎，哇、哦，他把我车打爆了。那我再试一下，只能点钻石了。哎，哦。掉海里了，然后逃出来了。哦，这就赢了。哦，这就是那个激进的结局，我们已经达成了。哇，这火柴人会跳舞，感觉还是有一点扯，对吧？那游戏里面谈什么科学呢？哇，这火柴人自己嗨起来了。OK，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地方，接下来选择潜入。看来这是有两个分支，但是一共有三个结局。哦，这什么？跳跳鞋吗？
哦，再差一点，再跳一下，我就可以上。哎，很美妙的翻转，兄弟，每一部作品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器。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是稿子吗？哦，石稿。哎，哇，这是苦力怕。哇，这 creeper 把我炸进来了。I was eating that cake and used it to escape, and then I got fired. Pretty lame, huh? Yeah, I don't really like this. Please shut up. Oh, I just. 这希特勒的脸也可以点。哎，哦，这是成就吗？哎，我现在一直不动会发生什么呢？哦，这个对话不可能那么有趣。果然我听的时间太长了，又有一个结局。哦 ，Creeper 又把我炸进来了。选择枪，投降吧你们。哎，哇，他说快，假装你在开玩笑。哎，我的身边不就有一个导弹吗？选择这个导弹。OK， 哎哎，为啥没炸呀 ？Why would they keep live bombs in a museum？ 他们为什么要在博物馆保存一个还有用的炸弹呢？对呀。只剩下这个飞机了，感觉我完美避过了所有的选项。哦，就撞倒了，这就进去了。哎，他撞柱子上了。哦，哎，怎么闪来闪去？我这个时候长时间不动会有什么新的剧情吗？我感觉不是太会。这个守卫怎么像要睡着了一样？走这个正门呢？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地方冲！哎，他没有枪啊。哎，但还是输了。他说，嗯，肯定是一个轻度睡眠者。说谁？是这个守卫吗？那我选左边这条路吧。图标断断续续闪。哦，钻石就在这里。我们刚才另一种方式直接冲过去了。哦，我感觉这部作品致敬了很多游戏啊。这个是致敬半条命里面的吧。这个是致敬宝可梦，然后 Super Mario， 这个我查了一下，貌似是致敬银河战士的。看看第一个吧，比较奇怪哦，这什么生物？哎，哇，他把我吞噬了，不听我的话。那我们试试这个，哎，宝可梦，我要召唤出什么东西？哦，哇，连风格都变得像宝可梦一样，我们现在要对战了是吧？哇，守卫还跟我讲道理的，我投出了什么？我这召唤的什么玩意儿？哎，哇哦，哦，我还以为是个恐怖游戏。他做的真的挺好的，他这个选项都已经像错位乱码了一样。好吧，我可别点错，点到重新开始。是这个撬棍吧？半条命里面的，感觉这个应该是最可能的了吧？哇，这么多的那种，这么多的大闸蟹，好吧，竟然是这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吃了会变大的蘑菇。哇，我变得巨大了，哎，那我无敌了。哦，哇，我准备好键盘，可能会让我摁什么东西。我还弄出了个帮手，我钻石没碎吗？后端打了我一下，我听到音效了，我是又缩小了吗？不能吧？哦，我这什么研究所 ？Sir, you might want to come look at this. I'm getting chaos readings at 10.6. It's coming from the museum. My God, it's over 9. Yeah, I'm leaving this decision up to you, Corporal.Just hit one of those buttons to deal with this pressing situation. Who's watching TV? Get back to work. 哦，我居然选四个按钮，关键是我现在要对付我自己吗？哎，这个核弹是什么鬼啊？哦哦哦，我能选什么吗？哎，还有，完了，倒计时结束了，我直接和平了。天哪，这肯定失败了。我家这个0%是什么玩意儿？哦，是计算器。除以零等于，哎 ，what？ 啊，他说抱歉，我仅仅只是去了洗手间。所有人都在哪儿？我们试试下一个这个齿轮是什么。哦，哇，这也有一个巨型的机器人是来对付我的吗？
我是要逃出去吗？哎，这样能成功跑吗？你召唤了一个那么大的机器人，不误伤吗？我跑了，大哥往前追我呀，我在这边。但是我们钻石，哎，钻石为什么飞过来了？你召唤了一个我的友军吗？哦，这是史诗结局。哦，你看他这一脸样，这个 Henry 现在膨胀了，你知道吗？看一看这个卫星结局是什么。哇，这卫星还有嘴呢，还会能量炮。哦，他说我不能反抗，这肯定的，这一下子所有东西都蒸发了。所以还有一个结局是哪个路线呢？我们潜入的这里面有一些道具还没有用，比如说这个玩意儿戴头上的。哦，悬浮装置吗？哎，跳到上面没完了。哦，他说我很幸运，他一直想去太空看看。哦，我这个样子就挂掉了好吗？哦，这什么玩意儿？哦，缩小装置像蚁人一样。哎呦，哦，这蚯蚓还带攻击性的吗？这个东西呢？哦，又出现了一个带音乐还带说明的装置。这个样子，哦，融为一体。哎，我跟草地融为一体了。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好吧，只剩一个传送器了。这传送器在这一代是好使的，对吗？哦，好使的哇！那我一开始我选它就好了嘛。这个一分钱，我要给守卫一分钱嘛，那他就能放过我？太扯了！那这什么？哦，这像麻醉枪一样的东西。哎，他躲过去了。哦，哇，我这也太背了吧！从通风管道扎我自己了。我刚才查了一下，他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里面的，有个叫猎鹰队长的角色，他会一招猎鹰拳。好吧，我们就试他这个猎鹰拳。你在逗我吗？只有一个男人才能使出猎鹰拳，好吧。隐身药丸这个不错呀。哎，完美。哎，为啥我掉下去了？隐身的时候很难看见东西，对吗？你在游戏里讲科学吗？那只有这个一分钱硬币了。这就进来了。这次有三个选项，是直接跳下去，还是钩子，还是传送枪？传送枪什么？哦，这个也是致敬那个游戏了吧？传送门。哎，哦，一堆话呀，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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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讲了这个传送枪的机制嘛？哎，但他这些话里面有一个，如果你想获得一个奖章成就，点这里。哦，这里还有隐藏选项的，我点一下。那我们试试直接跳。我觉得直接跳应该能过吧。哎，这不就过来了吗？哦，那我就只剩这个钩爪了。哦，又一堆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但是选一下吧，切割。越是这种越不可能。哎，我把自己给切掉了。那是锤子。哎，这次可以了吧？这什么锤子啊？又有三个选项，大炮、起司和这是木板吗？大炮。哎，再进去。好吧。哎，我觉得最不可能的是起司了，关键时刻来一个起司会有什么？你在逗我吗？那就是这个吧，木板。哎。And after that, they just up and arrested him.这什么玩意儿？我现在就出来了。哦，这里有，那就来枪。这下面有个守卫，挺难对付，拿他的枪对吧？哎，你完了。哇哦，因为他太瘦了对吗？哦，那这个是什么？哎，那这个跳呢？直接跳下来。钻石什么鬼？哇，就这样简单粗暴就解决了。哦，
解锁了，我们达成了未被察觉的结局，也就是说整个过程没有被守卫发现，对吧？哇，这三个结局应该全都选了吧。哇，你看这个最后这个火柴人 Henry 变成了富翁，我的天哪。我们回到这个标题界面，我看一下三个结局我们是全部都达成了，好吧。那么今天这个 Stealing the Diamond 就玩到这里了，那么我们的火柴人 Henry 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冒险呢，我们以后再说。那么非常感谢来收看视频，别忘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评论，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gone.